这样没有了，开始了。好，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台北市文山区的景清路，看一看。哦，这次台风风强雨大，水已经淹到这里来，加西朗。那我们现在现场采问采访一下这位民众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记者都作假，记者说谎话，明明就没有淹水，太阳很大。难怪那边你知道外头的天气有多大吗？带大家来看看，口罩。好，把画面交还给另外一位记者。啊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那个民众有点不受控制，我们现在采访另外一位民众。阿妈，他走了啦。啊，阿妈走了。哦。你放心，没声音，小声。好，那采访一下李大叔好。那个，我这个样子可以了。没有。